最好的那个啊，那不是荣耀王者还是什么？你现在是哪一局？我现在是最强王者。什么王者？最强王者。最强王者上面就是荣耀王者嘛，然后就分那个什么，那个国服啊，那些什么的。多大啊他们？你也多大了？几十岁了，也不是老阿姨就行了。这罗碧乔，是个阿姨，有没有看？没看。有专业是。新，你看头条都有的说的啦，你看不看头条，看不看新闻的？看这个人就知道赚钱，也不会赚钱啊，还不会赚钱，新闻都不看，不喜欢看。那个罗碧乔就是58岁嘛，他们说58岁做直播，然后搞个东西挡住他的那个头，然后有人给他刷了10多万礼物。我靠，那么老的有那么人给他刷那么多礼物啊？他用东西用软件挡住他那个头像，人家看不到嘛。人家看不到也给他刷礼物。嗯，然后来他直播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个软件哎。好像出了 bug， 然后整个人露了出来。这么热门的事情你都不知道，哎，不跟讲，你这人只顾着赚钱。那你关注什么？Hello， 已经按完了70分钟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嗯，谢谢。你不要看我小，我血是健康的。我知道。什么时候献的血？刚吧。没有啊，一个星期前吧。其实我献过血。对。后来被我妈骂死了。被我妈骂了好多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骂？我跟我妈说的时候，我妈还说，好。你妈？你妈是出去哪里啊？哪里？我妈是贵州的。贵州。对。可能你不知道湖北这边吧，在20年前。有心血传染艾滋病的吗？病毒的吗？叫做艾滋病村，听到没有？全国大大小小不知道多少个，就是因为去这里面医院去献血，结果全部得了艾滋病。所以说那一批人的话，他们都再也不敢献血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天天献一次就太怕了，他们已经怕了。不过我们这一代人还好，所以你妈就把你骂了个半死。所以说我们要理解他吧。我妈的话，她能理解我的，因为我给她说的时候，我其实现在献血应该很珍贵。嗯，没事，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，我很乐意。像你们这一行的话，会不会有客人过来之后，然后骚扰吗？什么？会不会有客人过来骚扰之类的吗？有吗？我们在洗脚，要不要来？准确来说，我没有遇到过。就不是我骚扰，我说的是你们客人，比如说给你加个微信啊，然后有啊，然后我说啊，什么有时间出来吃饭啊，有啊，微信可以加，但去不去加不加是你的事。微信可以加，但是去不去是你的事。我加他微信，他给我发消息了，我回回是我的事，我去不去也是我的事。我自我感觉我是这样的嘛，如果我不想去，你拉我也没用；如果我想去的话，我自己也可以去。要不我给我儿子几天去网吧，我给陈太打电话。就你这样辛苦。因为我是第一次踏入这个行业，所以的话，我感觉做了多久？我没悄悄说。多久？明天晚上。我知道了。当前此刻。议会，可以议会，议会，对啊，议会是什么？我可以自己猜啊，是3天、3个月还是3年都行？好吧，你慢慢猜吧。
一招就中。他什么要问的？放马过来。小姐姐拍完之后，然后是不是人多了一点？没有啊，我感觉和平常生活都一样了。那你有没有跟客人出去吃过？没有，看他的素质来吧。没有。就是看人。对，看人素质的话还行。我听一个人说，就是说他跟我说。我说你们这里点中的最多的人也是最多，然后他怎么说你知道吗？怎么说的？很消极的说法，就是说点中最多的，你直接说，他说点中最多的啊，都是跟客人睡的人，我觉得不至于吧。他不了解我们这一行，因为不了解我们这一行。我说的是做这一行的。做这一行，说明他这个人很嫉妒。可能吧，我感觉。我感觉他，因为我可能觉得，他如果真的可以睡的话，那他为什么坐在那里做大保健啊？对不对？做赚钱对不对？对啊，做赚钱的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给你洗脚？我这有钱不赚了都发疯了。所以呢，他不了解我们这一行。我当初不做这一行的时候，我也对这一行有误解，说实话也有。那你父母知道吗？知道。我知道啊。知道。对啊，毕竟我小姨也在这里啊。我小姨在这里。对啊。我小姨在这里，所以的话，我做这一行，我爸妈也知道的，他们不反对，他们就是想让我出来历练吧，也可能是这个意思。我觉得其实做这一行，其实真的可以历练了，因为可以见到不同的人。对，什么人都有。是说是以后可以。我已经见到好多人了，后面的。以后是不是可以转行做各行各业？对啊。好了。你是一直在拍的吗？我们待会加微信吧。你这人好坏啊！剪辑一个视频出来，然后你这人好坏啊！